优惠。民众来到网购智取店，想要取货，却被眼前这一幕给吓到了。因为一进门，地面上都是堆积如山的包裹，想要走进去都相当困难。不止这样，就连机台也大当机，让人无法顺利领货，真的好无奈。这间位在高雄古山区的智取店，有好几包的包裹都堆在里面，没有人来取货，让人联想到可能是因为山陀的台风重创南台湾，高雄一连放了四天假，才会都没有人来取货，造成包裹大塞车。业者表示，台风对于南部造成很大的影响，目前已经在了解状况，爆量的货品恐怕得等到台风天过后才能有客人上门取货。